是两个人，然后球从这边来，你先不用做，我们两个把二一下，这叫侧身。很多人没有学过侧身，所以这个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叫侧身一的动作啊。握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拍到最前面，看，二，身体在动手，身体在动手，脚转，脚。
你也知道，这样在这边打完了，然后这边就是收拍，因为以后你要学 smash， 你要学啥球都要有这种收拍，不可能这样。所以你现在学高球的时候，动作叫完整，四个步骤，再做十次啊，自己数这样。你肩膀如果在这个位置，它就放松了。你刚刚不是下来，就感觉这个地方很紧。右边你就打出来，看看。